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财经会眼》节目，我是李媛，下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本周关于中共二十大人事方案的消息已经流出。香港《明报》八月十一日发表评论文章说，按照惯例，二十大的人事方案应该在五六月份已经开始酝酿，八月高层北戴河休息后基本定案，在九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拍板。 依据中共七上八下的不成文的规定，也就是六十七岁留任，六十八岁退休。现任常务委员中，在习近平超龄连任的情况下，只有栗战书和韩正因为超过退休年龄应该卸任。如果七名常委人数不变，政治局常委目前只有两个空位。符合入场条件的，除了李强和蔡奇以外，还有胡春华、丁薛祥、陈敏尔。 按照往届中共政治局成员的来源来看，新一届入局者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地方大员，二是副国级官员，三是中央部委首脑。其中，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大直辖市和广东、新疆的一把手都是入局人选。马新瑞去年接替陈全国掌管新疆时，不少分析指出，他已经拿到入局门票。 广东和各直辖市一把手将要换人。近期，中共总理李克强经常被媒体提及。目前，中共政府经济严重受损，而李克强在经济问题上似乎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现任总理的去向也让媒体关注。对于李克强二十大的出路，《明报》评论文章曾经预测认为，近年在中共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克强不时读错读漏。 反映其略显紧张或心神恍惚的一面。作为中共的第二把手，李克强比习近平小两岁，在中共二十大上的动向可能有三种出路。第一种出路是赵紫阳模式，就是由国务院总理接任中共总书记，这种模式的可能性最小。第二种是李鹏模式，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上，中共总理李鹏维持党内第二号人物地位。 但在第二年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国务院总理一职交给了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一职。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十五大上已经退休，卸任政治局常委。第三种是李元朝模式。虽然中共高层对退休年龄有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但在二零一七年的中共十九大和下一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会上。 未满六十七岁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裸退，卸下了所有党政职务。据《明报》判断，李克强的二十大出路中，第二种模式的可能性最大，第三种裸退模式也不能完全排除。《明报》指出，二零二二年秋季二十大时，李克强刚满六十七岁，现已经任两届政治局常委、两届总理，他如果退休，影响面可能比较广。 与他同龄的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都受到影响。由于订单断崖式下滑，一度被称为中国制造业基地的广东省东莞市，又有多家企业结束营业或放长假。而中国东部的制造业和出口中心义乌，今天进入了封城状态。根据义乌商人的说法，现在不少人。 每天电商的成交是一千单，但一单也发不了，受到的罚款累计超过一万元，人被隔离或在仓库里落灰，然后手机不断的收到延期发货罚款的通知，心中苦不堪言。受疫情影响，东莞市多家企业已经结业或放长假。据中国行业网站消息，香港玩具老厂凯山玩具公司在东莞市宣布结业不久。 另一家东莞金力塑胶电子公司又传出裁员、转型、准备结业的消息。玩具厂的公告称，由于受疫情影响，订单断崖式的下滑，每月按时发工资都难，决定于八月十九日正式结业并遣散员工，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支付被遣散人员的经济补偿金。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因为经营成本不断增加，近几年转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厂。中共清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民营企业的订单也随之减少。自由亚洲八月十一日引用财经人士关敏泽的说法称，中共政府对企业的援助属于口惠而实不至，疫情爆发至今已经进入第三年。 政府没有向民营企业提供实际的财政支持，也是导致这些企业关闭的原因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在七月份表现不稳，制造业和至关重要的房地产业状况疲软，反映出经济所承受的压力。报道说，中国的出口行业曾是疫情后的一个关键增长引擎，但在七月份继续让人失望。 凯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在七月底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对中国商品的最终需求现在正在走软。在疫情引发的激增之后，发达经济体的零售销售正在回落。路透社八月五日报道，中国出口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这与全球对中国商品需求疲弱的走势相符。中共官方公布的七月份工厂调查显示，订单出现收缩。 野村证券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两年强劲的出口增长确实已经过去，未来几个季度将放缓。”中共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表示：“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还需要稳固，市场需求释放不足和高耗能行业景气度走低等因素影响了 PMI 读数。” 曾经准确预言2008年经济危机，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卢比尼指出，全球经济正在走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时代，各国央行的挽救举措后果可能会作茧自缚。卢比尼在专栏文章中说，他认为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巨大的体制变革，结束了稳健时期的状态。 在早先的状态里，各国都处于低通胀、高增长与温和衰退的阶段，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经济进入了大规模的滞胀状态，各个国家都是高债务、增长低、通胀升高，可能会出现严重衰退。卢比尼认为，央行已经进入了债务陷阱，负债率显著增加，这导致金融风险的危机显著升高。 温和衰退实际上是个不可能达到的事情。对于美国经济的问题，财经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告诉《希望之声》，目前美国高通胀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美国通胀就是长期高位的这样的状态，嗯，很可能会就是持续，就是相当长，就不是短短的今年能结束的感觉。这个通胀呢，好像就是就是至少在百分之。 就是比较相对来说高，就是百分之二以上的这个状态会持续很久，而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就是说整体来说，嗯，就是其他的经济面就是可能会就是会受影响。你比如说联储、美联储的这个升息的这个过程，嗯，就目前来看，这个就业的情况，美联储下面升息可能还会比较大的力度在升息。 就业市场继续繁荣发展，每月有数百万工人选择跳槽换到更好的职务。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工人的疏离感和不快乐的感觉也在蓬勃发展。各地的企业部门都发现，员工的敬业程度在下滑。这一问题在全球造成7.8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百分之十一。 盖洛普在最近发布的2022年全球工作场所状况报告中发现，在劳动力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员工的离职率和不快乐率都令人震惊60。百分之六十的人表示在工作中情绪疏离19，百分之十九的人表示痛苦，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表示工作很投入。这一指标低于2020年。具体来说，在美国50，百分之五十的员工表示。 每天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很大，不论是在家里上班还是在办公室上班的员工，他们的不愉快程度都在增长。显然，即使在疫情时代，雇主一直关注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包括更多在家工作的灵活性、增加休假政策和更短的工作周，但工人的脱离和不快乐仍然存在，甚至增长。 盖洛普指出，这种感觉来自于员工对工作中不公平待遇的认知上升，以及对工作量增加、沟通不畅等问题。他们也认为薪水增长得不够快。但是对于那些选择跳槽的员工来说，仍然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人会在离职后表示后悔。根据求职平台工作档案的说法，在一点五万名求职者中，有三千九百人会说自己后悔离职。 这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最近我在推特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八月五日，上海花了几个亿建造的方舱医院被拆了，方舱瞬间变成了废品。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很不景气，企业倒闭，公司裁员；而另一方面，很多的资源和金钱被浪费掉了，而这些资源都是纳税人在买单。 对中国这样的现象，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能支持希望之声媒体。希望之声是联邦批准的非营利组织，您的任何捐款都是我们宝贵的资源。感谢您的支持，我是李媛，我们下次再见。